我又想，奈德利这版就是可以玩啊，这版坦装这么强，大家都在比这个人物的机伤的，这种状况下奈德利的机伤应该是够的。这个多玩几把，现在不死之握就是嘛，全带前期天赋了，不管了，前期干穿它。啊，命令节奏凯能，什么乐色套路？啊？致命节奏也打不赢不死之握。可怜。好菜啊！还敢断我 recall， 什么水平？是他的计划通吗？他等等要 TP 出来，满血打我半血是不是？等等，我推荐，我推荐强二。好像要死嘞，还好死不了。啊！这个吗？对对对，爆炸，爆炸，蜘蛛。夜过得好吗？裂开，裂开。那干嘛？看规矩打得弱吧，就躲着就好了。那个，谢谢。六高。送头仔，送头仔。没事了，还要出来送。怎么都是他们家的人？离我远一点！啊，凯能原地开大。不要这样、啊、要不是你刚有奶昔，要不然你已经裂开了，知道吗？敲对敲起来。你不要过裂开，还敢玩凯能啊？哈、啊！不是说奶昔啊？你有什么用？什么用？有用吗？大家做吗？要伟刀好不好？哎，我单杀了。你什么水平？蜘蛛过来伟刀我的。单枪可以做吗？可以的。以为我抓痒不是不是啊，李欣，该不会以为我抓痒吧？打一打我血就是满的，我又能打又会自己奶，你是我对手。不要靠背啊，不要靠背。什么水平？凯能，这就是你的水平吗？你这水平，我只能说。来一口，靠腰嘞，赛西很疼嘞。出这种装对了，我们击伤是够的，就是因为前阵子攻击装太强了，所以我们砍不住。但现在这版又可以玩了。那我昨天去看电影，在电影院都在想怎么玩。你是我对手。看
是你亲是我对手。不管了，不管了。直接落荒而逃。李靖直接落荒而逃，我随便玩啊。以前绝对没有这画面啊，现在我们是又晕又痛啊。奶又能打，怎么了？他到了，他到了，再奶，无限奶吗？永远不会缺魔，一个附魔的，他永远不缺魔，你干嘛？对对对，帮你发奶，慢了。哎，怎么是赛老师？我的卡，呀，变成路虎僵尸了，完了，没了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我有这一手吧？哇哦！老拳，拜喽！啊！啊！救我！这个凯能这种肉色攻速装，现在遇到我这种守望者加忍邪，他直接裂开啊，直接出食物啊，出食物啊，绝对不会失误。这个上古时期的奈德利都出灯笼的，灯笼就是要他的攻击力跟防御力啊。现在的版本也一样，攻击力跟防御力才是我们的首选。上路是送爽没，下路是送爽没，哎、欸，裂开哎、欸！我们下路怎么什么事都没做就送了？难不成我这样又硬又坦又能打，还要自己帮自己补血，也配输吗？风暴有搞头吗？我前面砍高九的哎，有没有用处？啊，好菜呀、啊，蜘蛛！我要吐了，蜘蛛！表现就像一只猪一样。凤凰峡谷逃脱一零分，再送你一个赞。队友的表现就跟一只猪一样。可怜，顶级队友，不配赢了。你要预知的开撞。怎么没有撞到人啊？这台车好难开啊，看来是需要开个自定练习一下怎么开车。奈德利已经回来了，现在已经可以又坦又痛了，因为坦装的加强，赛特斯也三件装啊，并没有输很多啊。还有，是他裂开。我裂开。不是卡啡一下，卡啡一下不会死。呼，没死很赚，偷 TP 救援还行。
超硬奈德利登场。他裂开了。可怜，零伤害凯南。从后方进场，后方出现一只奈德利，怎么样？摇娃笨蛋。哎，赛洛斯。哎，吃光光。光光，不要玩这种垃圾套路啊！士兵节奏没有多强，真的。我已经左思右想，把所有上路可以带致命节奏的都玩过了，剩下的呢，全部都带不死之握就对了。不死之握明显比较强。最近帮小朋友喂奶都放你的精华，他第一句话会不会说哭啊？会吧，他边哭的时候就说嘿嘿，哭啊哭啊。皮诺可，这个没救了。哭啊！史丹利，就跟一只猪一样。哭啊！蒂娜。